是什么让老板如此崩溃？我不是喊你们来的，是你们自己要来的，还要我给你们做月饼吃。又是什么让老板再次奸商？你们吃吧，我不吃。讲实话，还可以。想是想吃最近网上很火的冰皮月饼了，于是火速打包食材来到了老板家。那要多少呢？你还不让你说话？你这是告诉我加多水吧？那这样，我倒，你说停，不停。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这刚加水，它就捏碎了，不是得泡一会儿吗？不行，这水少，这个好多都没加上水呢。我觉得我们翻车。老板，你不翻车就没意思了。这么多糖，你们吃了，我不吃了。不多糖，你知道吗？白砂糖是最长胖，因为你们都很胖。老板说的是正在看视频的你们。我跟你讲，这东西真不是这么简单的，你们想的太简单了，这是根本弄不碎的。你这月饼可能真的吃不了了。老板，你今天跑不掉了，我们一定要吃上你亲手做的月饼。老板今天手有点抖，都吃完继续开工，果然冰皮翻车了。对不起啊，刚刚翻车了，重新做一下。那翻车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这个给我烧的开水，开水不行，水也加多了，我需要重新弄一下，好吧？不管不管，谁叫你是最宠我们的老板？半小时，半小时呢？我就说一下。Later。现在已经泡好了，第一次做了啊，多多包涵。再给你整一个大蒜苦瓜。老板，大蒜和苦瓜是一味烧菜用的。真成功了吗？是你的啊？老板。你是害羞了吗？这个在不在你说？哇，油炸了！油炸能跟别的比吗？安利油炸什么？就我看到这两个的了解，我完全在看到的全部是这个。1 hour later， 这个月饼我都做完了，现在我就把它送去它最后的归宿——蒸笼里蒸一下。至于它最后成品是什么样，再说吧。行了，15分钟，查表呢。我天！这是好了还是没好啊？透明了，行，那我给它弄出来。我咋给它弄出来呢？你火爆了吗？我没有那个夹子给它夹出来那个。来吧，小龙，第一个先给你，敬你一个。不要，大可不必。敬你一个苦瓜大蒜的，谢谢你，客气。
给你做，你先尝，你先尝，你尝完了我肯定比你强，你不行，老板先尝，我敬你的，我敬你的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先吃一口？那这个也行，我先敬你这个馅的，你吃一下。不用了，这么的大蒜很好吃的。老板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。这个是蛋黄，讲实话还可以，真的还可以，而且它这个面皮很糯，很有嚼劲，可以。哦，来下别的馅了，来。看样子今天的老板也吃得很开心。是吗？中秋节快乐。一个彩蛋。祝大家中秋快乐。